送我的。哦。谢谢，谢谢两位大姐啊。给我鲜花这个比给你那个好看。嗯，嗨，嗯，谢谢吧，来就来了。嗯，还买东西啊，花这个钱。我不止一次说过别买花。是吗？不好拿。哎，什么叫不好拿呀？不好拿，不好放，还花这么些钱啊。嗯，你就不如直接转给我，知道吗？钱呢？那个前两天唱戏去了。天津啊，唱完戏回来说相声，特别开心。哎，赶上今天还过节，什么节？什么？啊啊呵，对，万圣节是吧？可不是吗？哦，外国人过这个哈？对，外国的七月十五，这就是。嗯，嗨，鬼节是吗？十一月的一号是万圣节啊、哦，今天晚上就是他们的年三十，等于是。哦，前夜。万圣节的前夜是啊。嗯，我记得那个，就小孩们，外国人。都出了，小孩们要糖来是吧？啊，对，给糖吃。拿个盘子出来。嗯。大爷大奶奶给这不？啊啊！哪国都有要饭的呀？这是。这不是，这不给糖，不给什么？怎么说？啊，不给糖就捣乱啊！对对对对对，是啊、不给钱就捣就不干。是谁呀、啊？给钱不给钱？要钱要糖。要糖要糖。不给糖就捣乱。不给糖就滚蛋。对，啊、什么谁滚蛋？不给糖就捣蒜啊！改兔爷了，您这闹不清楚。啊，在国外我记得赶上一回这个万圣节，是吗？好几年前咱们在拉斯维加斯，啊，美国，对对对，拉斯维加斯赶上过一回，满街的外国人捯饬的都跟鬼似的哈，是抹的色弄得那样，嗯，好家伙吓我一跳，我也不爱出去，害怕。谦儿说：“我得看看去，这新鲜。”洗把脸出去了，嗯，没把外国人吓死啊。我洗把脸出去倒把外国人吓死，我长得跟鬼似的是吗？这个。岁数大了啊啊，这个对过节不是特别感兴趣，哎，更愿意待着。嗯，其实中国人过节就没这么复杂，就是那热闹呗，回家待着，聚个餐，吃个饭，哎，聚会，三五知己，嗯，全家老小坐在一块儿，团圆吗？就中国人更看重这吃饭，哦，吃，哎，找茬就吃饭，是，啊、来吧，今儿我舅姥爷生日，咱们一块儿吧，舅姥爷也吃，哎，吃，哦，必须得吃，嗯，民以食为天，吃最主要，小孩一老生没人教啊。嗯，一老生抱到妈妈怀里边，嗯，咕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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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拉了。你说话有点恶心。不是，您这相声词用的不对。小孩吃奶吗？啊，哎，这大孩子了，这。嗯、没人教。是，你说谁这谁教过他？嗯，对不对？哎，一老生就会吃。对。民以食为天，这是天性。外国人吃饭拿叉子，嗯，拿刀，是中国人拿筷子。哎，他爸爸爱吃西餐，哦，大叉子，一米五，我嗯，一米五的叉子，纯银打造大叉子。嚯、哦，他爸爸扛叉子吃西餐去。哦，这不是吃西餐去了，这是取经去了。这是一米五叉子扛着吃，这不猪八戒了吗？这个，哼，反正叉子呗，是吧？嗯，哎，刀叉。哎，是，是，中国人拿筷子，筷子，筷子，两根筷子，啊，两根，再两根吧，两可不是两根吗？中国讲究八卦，嗯，明八卦暗八卦，有什么关系吗？明八卦，乾坎艮震巽离坤兑，对，暗八卦，修身伤度景死惊开，这对，啊，这个两根筷子这二，嗯，这为兑卦，哦，这也有讲究，乾坎艮震巽离坤兑的兑，哎，哦。然后这两根筷子这长啊，为木，为木，它是入口的意思，是就是占巽卦，哦，巽卦，两根筷子，嗯，一个在上面，一个在下边，就这么拿着，这为一阴一阳，哦，这也分阴阳，两根，这为太极，嚯，哎，拇指在上，嗯，无名指、小指在下，中指在这儿，这为天地人三才之象，嚯，对，吃饭不是这么简单的，就这么讲究，你们想细致的了解，待会儿演出结束。带我吃饭去。哎嗨，您这点能耐都骗饭吃了。嗯，那你也得骗得来才行。哎，对啊，嗯，吃饭，我喜欢吃饭。谁都得吃饭。当然我不算专业吃饭啊，还有专业吃饭。专业吃饭像，侯他们侯震老师，
哦，侯爷这吃饭算专业。这个主持人，嗯，我师弟，哦，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的长子长孙，是侯先生那专业吃饭，会吃。今儿台上本来是四个话筒，哦，您的意思是让他吃了一个吗？正剔牙呢，说电线塞牙呢。哎呵，那没法不塞牙。哎，中国人嘛，嗯，吃吃喝喝的挺好。哎，啊，喝酒，嗯，耍钱，这两者一定要选择喝酒。哦，不选择耍钱。那当然，耍钱耍薄了，喝酒喝厚了。越喝越厚嘛。那当然了，越喝交情越好。对，中国人每大节日不一样，他都一定跟吃食有关系。那是。三大节，五月节、八月节、春节。嗯。五月节，嗯，粽子。对。八月节，月饼。嗯。啊，再加春节，更甭说什么都有。这什么都得吃了。啊，你们家粽子自个儿包吗？也包。也包是吧？也包。哎，北方人包粽子，枣。啊，对啊，豆沙是，南方人吃咸的，嗯，猪肉啊，排骨都包进去。哎呀，鸭蛋黄是啊，口味不一样吗？爱吃什么包什么。还有的那个鱼香肉丝馅的，嗯嗯，这四川的粽子，嗯嗯嗯啊，毛血旺馅的啊，嚯，不好包，撒那是啊，没地儿搁米了都。那是，容易拉了一身。不嗨，拿盘子吃多好，还是这菜是吗？啊。那反正爱吃呗，是吧？啊，我在家也包，你也包粽子啊？今年五月节，哎呀，愁死我了。怎么包什么馅儿的呢？想想呗。想不起来，不知吃什么呢。那哎，正好谦儿微信跟我视频，哦，看乐了。嗯，好，嗯，我来个猪头肉馅儿的。哎，他没听说过，看我想起猪头来了似的。哼，这是正经的吃饭的专家，反正不能说是美食家，好吃。老北京。喜欢这个老北京豆汁儿喝吗？喝呀！你看看，要怎么叫老北京呢？嘿，怎么样？你喝豆汁儿啊？喝，喝，行，可以，算你狠啊！哎，什么就算我喝豆汁儿就狠？哼，我问过好些人啊。过去北京啊，咱实话实说，嗯，北京都得有一大部分人不喝豆汁儿，那口味是比较难接受，酸不唧儿的哈。啊，还有点臭，还有点臭。嗯，哎呦，爱喝的都不行了，这上瘾。哎呀呀，了不得了啊！能喝啊？能喝，我还能喝，那味儿没问题啊。行啊，哦，那行，那行，怎么了？那我们家有几桶泔水，那哎，那不行啊，泔水跟豆汁儿两码事儿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我是天津人，您天津人对豆汁儿差着，不能喝这个。能喝，但谈不到说他爱成那样。哦，上瘾谈不了。他好家伙，这边喝豆汁儿，那边枪毙他爸爸都不心疼。哎，不，那是你不心疼。我不光不心疼，我还乐呢。这还。凭什么不心疼啊？我他爱喝啊，天津人是爱吃煎饼果子，哎，这是天津的特色。天津的煎饼好，是绿豆面、黄豆面、白米面，嗯，这几样面按比例掺好了，哦，得拿煮的羊骨头的那个汤，哦，拿那个和面，你瞧这讲究，哎，有生葱有熟葱，还两种味道，哎，熟葱呢是打完了鸡蛋之后撒上的，嗯，这葱是熟的，哦，有吃生葱的是最后出锅。撒的这把，撒把葱末，生葱。嗯，这儿摊煎饼，旁边一定是炸油条的摊儿，它配套的。哎，现炸，天津油条这么大个，一尺。哎呦，枣红色的，鲜。说给你这个不够一尺，打旁边油条掐一块，嗯、也给你补够一尺。就这么规矩吗？啊，又酥又脆，拿那个卷着吃。煎饼。嗯，我到了北京，其实很少吃油条。北京也有煎饼也不好，煎饼摊这么大个，白面。哎呦呵。这么大个儿，嗯，哎，给的多，当间搁一薄脆，这么大个儿啊，这么大个儿薄脆啊，你看他来回弄，这摊煎饼这一定是过日子好手啊，怎么跟叠被窝似的？嗨，弄好叠完这么大个儿，吃去吧，嗯，白面的，咬一口沾上牙糖子，那是咽不下去，拿棍子往下捅，好家伙，太痛苦了这啊，那油条这么大个儿跟铅笔似的，嗯，姜黄色的，哎呀，咬这头这儿。你别撒手，一撒手啪！哎呦，吃皮条呢，这是你那怎么办呢？啊，这太不懂这个了，没有办法啊。嗯，其实我们也研究过，因为说相声哪儿都去，走南闯北的，研究吃各地的小吃，各地的小玩意儿。哦，有主食，有小吃，是有的就是，你比如说赶个庙会，哦，你还赶上那个跟吃有关的小游戏，什么游戏跟吃有关呢？你记得那个有一种糖画吗？啊，知道知道，拿糖庙会啊，嗯，青石板上面抹上油，对，拿一勺弄糖在上面画，嗯，那是技术啊，这是个技术啊，嗯，一般来说旁边有一个，交完钱，咵一转，嘟，
停在哪儿？哎，不一样啊。得给你画哪个？停那个多那儿，唐就多这儿。是是是。二十年前我们俩在北京庙会，嗯，什么龙潭湖啊、场店哪儿都去那会儿，哎、是也没人认识，哎、说呗、嗯地台，说一天啊，给一百块钱，俩人挺开心。啊、是。但是有那个画唐画，我印象特别深。嗯嗯嗯。我们俩去打赌吗？嗯。看看谁今儿赚的好。好。一块钱。啊，夸我给一块钱。嗯。一拨了这个，嘟转啊，停哪儿了？停那儿了。嗯，什么呀？凤凰。哎呦嚯，这可大事了！凤凰骑自行车玩十八般兵刃。哎，哎呀，这跟你是亲戚吧？这这当画的、嗯，画画的哭了啊！你提着糖桶给你吧。哎，对了，别画了，自个儿喝去吧。嗯、啊，我画一画。哎，画一个。哎，多好啊！一块钱拿这，好家伙，那么大个儿。是啊。还骑自行车呢，你想举着啊，跟开瓶似的。哎，还得开着瓶、嗯、啊。谦儿乐了，我也来一个、嗯。我来吧。交一块钱啊，画糖人的不不，嗯，你得一百。为什么？您他都拿走了。哎，好嘛，拿我这补你这个呢。谦儿一瞧，还有一龙凤呈祥，我盯着那个呢。龙凤呈祥带听相声，带四百观众的。呵，观众都骑自行车来了吧？都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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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太好了。谦儿给一百块钱。嗯。嘟嘟。停在这儿了，句号。哎，这呵，哎呀，我就弄一糖饼合着，嗯，小句号。哎，这实不怎么样，多开心啊！真还真补回来了。那是我们俩合适啊，啊，够人这桶糖钱。嗯，中国也有小吃，外国有小吃。是到国外，其实我们也爱吃，都好吃的人都找。披萨爱吃吗？我就能吃，反正披萨啊，嗯嗯，小孩们好吃披萨啊，嗯，底下是这一圈棒子面，上面韭菜鸡蛋。您说那是糊饼，那什么披萨？不是吗？不是，哪儿棒子面还韭菜鸡蛋呢？那我记得邻居那王老太太弄这个。哎，您说那就是糊饼，嗯，糊饼吗？糊饼，嗯，那你吃这个糊饼糊披萨？哎，这还啊，你听河北传过来的那口音，差不多，差不多啊，披萨啊，披萨，披萨啊，披萨也是哈，嗯，一个饼上面搁着馅儿，搁的就这意思，肠哈，嗯，挺好啊，寿司吃吗？也那是日本的，也是日本寿司。再、嗯、我得跟你说一声啊，怎么寿司不是日本的？寿司可是中国人发明的。寿司是中国人发明的。别看你们都吃过 啊, 啊，未必知道。您说说，东汉、啊、三国的时候，天下大乱、哦，老百姓为了逃难，来不及做饭，嗯，就发明这么一个东西，随时拿着吃。哦，包括那手卷儿，那赌徒发明的，嗯，为了一边攥着吃，一边玩牌不耽误。你们记住，寿司中国人发明的，不是日本的。嘿，听相声长能耐啊，就长这能耐啊！当然了，哎，嗯，这个寿司爱吃吧？爱吃，哎，寿司挺好。嗯，其实谦儿哥前些日上日本的时候，谦儿哥乐得都不行了。就出国嘛，不是高兴。哎呦，尤其日本好多演艺圈的女演员来看谦儿哥了，乐什么呀你们？这不很正常吗？我是一个都不认识，他都叫得上名字来啊。我们这经常见面，嗯，真的啊，隔着屏幕，谁说的？没有啊，看真人啊，是那行，经得多，见得广，都是主流的啊。哦，这行那么发达了啊！行了，咱们还说不说相声了？来吧，您说。刚才说哪儿？你看忘了不是？啊，现在马上就万圣节了。对，从哪儿回着说去？您倒回去太多了，哪儿说都一样啊。那不成，烦这点事儿呗啊。嗯，糊饼说了啊，糊饼说完了，糊饼说完了啊，嗯，寿司手卷也说了啊，哎，就差啊，哎呦我操，对对对，什么情况？您这是吓我一跳，谁吓谁一跳啊？你最好照着词儿说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您这玩意儿也得有词儿啊，您我正因为没词儿，我以为你有词儿呢啊，你怎么对得起人票钱是不是啊？你得说吃的，万一有一个喊退票，咱活不活？你看，哎呀，好，谢谢谢谢，哎。谁捧你呢？这不退票就是我们的服务宗旨。哎，服务宗旨是这个。嗯，啊，这个吃嘛，说这吃寿司嘛，哈啊，当然要老吃寿司你也受不了。谁能老吃寿司？是不是？但我们俩人其实还更爱吃个面条的，吃个这那个的，还得这接地气儿。你再跟我说，哎呦，牛排好，天天吃我受不了。牛排不甭管上美国上澳洲演出去，反正头一天还行，来吧吃吧，这么好那么好，嗯，吃一天两天不行，就腻了。人的饮食从你老生就决定了你爱什么，就是这个，可不吗？改不了。牛排，牛排吃吗？不，这不能多吃，吃是可以。好家伙，谦儿哥可以。嗯，我差着，他倒杯红酒吃牛排，
那是配的呢。上美国演出，美国那哥们儿，哟，谦儿来了，啊，杀猪吃牛排，什么乱七八糟？杀猪吃牛排，那猪活着那名儿叫牛排。哎呀，哎呀，我也是吃乱了。杀猪宰羊，给您吃牛排。哎，就没有牛这里啊。谦儿哥来几成熟的？啊，谦儿哥这一成熟，一成熟，一成熟啊，切一块，端着到火那儿燎一下，回来了。哎，好。这点火都燎手上了，就是啊，谦儿哥这赶紧把这饭单记上啊，还记饭单，哎，来抬过我的叉子来，这是我从我爸爸那儿继承的，是吗？你回来吧，行了行了，我给你叫了，不用啊，还有马童呢，抬着，嗯，噔，行了。吃牛排吗？有点音乐吧？没有这么长的叉子，哪个里边弄？没有啊，我坐在猪圈里吃牛排呢。吃牛排啊，就是哎呀，牛排上来，谦儿哥这儿，哎，记好了饭单。我是要做牛排去，这端起红酒来，哎，有这么喝红酒？哎呀呵，当啤酒这么喝的，这是，这才拿刀叉哦，哎，锯呀，这是怎么切呀？切刀叉就这么切吗？一成熟的牛排太鲜了。是啊。使劲儿，这刀切大动脉上了。好家伙！哎呦，这牛排还在猪屁股上呢吧？啊？哎呀，太鲜了！可不是，没扎在心脏上就是好事儿。哎，红火火，图个吉利。这图什么吉利呀？这一脸的血。那是，我就改关公了。那是啊，有身份。什么身份？身份吃那吃不了，我宁可吃烤鸭，我也不吃那味儿。烤鸭还是顺口一点。烤鸭会吃吗？烤鸭怎么叫会吃啊？您得讲。你瞧瞧，啊，你说吃烤鸭怎么吃吧？烤鸭拿嘴吃还怎么吃？对了，啊，对了呀，哦，合着我说对了，没有那么些讲究。没啊，一只烤鸭一般四斤来沉。哦，哎，老规矩啊，嗯，咱们坐在那吃烤鸭，嗯，比如说你我是嫂子，咱们仨人坐一块儿。干嘛非有你？我们俩吃好没你啊？为什么？嗨。有你没你？废话，可不是得有我吗？不是，就咱说好，咱仨人吃烤鸭啊，就是刚坐着那桌牛排来了，你就走了。喂，不是，咱是中国，是美国呀，我这就你回美国了，你走了就吃吧。说吃烤鸭，烤鸭拿上来，嗯，哎，咱们得做个记号，什么叫记住了？按规矩说啊，这是地为铁签子啊，或者地为小刀，嗯，甭管是什么，哦，在鸭子这身上找一地儿，咵咵划两下，划两下，咵咵。待会儿烤完端上来还让您看，嗯，这样是不是您刚才点的那只？哦，这叫做记号。有记号你才能骗。嗯，说没有记号，我夸夸夸夸夸画完了，嗯，端上来一瞧，这没有，完了。画完了怎么还没有？那他换鸭子了，给你换一鹌鹑。嗯，那甭画了，看大小就能瞧出来。你看看对吧？哎，什么叫对？所以说做记号很重要，啊，很重要。哎。得跟刚才一模一样，这就跟饭馆里边吃鱼似的。吃鱼，先生您看看这，您要这鱼吗？这是您的啊，嗯，给您称完三斤四两，嗯，必须同志你把这鱼摔死，哦，让它死了。这过去啊，老饭馆的规矩，把鱼摔死，有良心的买卖都得这样。哦，啊，现在就那饭馆，咱实话实说啊，嗯，先生这是您的吗？啊，是是，好，挺好，嗯，去弄去吧，嗯，蒸上来吃吧，嗯，等我吃完结账走啊，门口水族缸我又看见这鱼了，哎，好，还跟我打招呼呢，哎，哎呵。哎，谢谢您不杀之恩。那是没死，嗯啊，嗯，烤鸭端上来，烤完了，同志你骗，嗯，先把脑袋切下来，鸭屁股切下来，这两样小碟子摆好了。哦，这一桌谁坐的主位？嗯，什么叫主位啊？这桌子摆好了，您看哪个座冲着门？哦，那是这一桌主位。你瞧，还这么讲究，有身份的，啊啊，比如说岁数大的，嗯，长辈，哦，趁大叉子的都可以，就别提这大叉子啊，提大叉子干嘛呀？他这坐在这儿啊，面冲着门，这叫主位，哦，哎，这碟儿给他端过来，这尊贵的，这里边有那鸭子脑袋、鸭子屁股，嗯，这叫什么呢？这叫有头有尾，哦，这算一整只，摆在您跟前儿，嗯，那儿开始骗鸭子，嗯，骗108片。哦，这片数还有数，这叫丁香印儿。哦，片完了给您搁在这儿。哦，这卷鸭子这饼啊，啊，拿在手里一攥，嗯，
再一松手，嗯，攥之前什么样，松手之后还得什么样，这弹性好，夸一攥，嗯，皱到一块儿了，嗯，这不能吃了，面必须得回去，哦，这是讲究，拿起来什么酱啊、黄瓜条啊，嗯，哎，跟这鸭子卷在一块儿，记住了，嗯，包好一下，这叫一卷儿，是，哎，吃鸭子是。一句话就知道你是不是内行。怎么说呀？您吃了多少？嗯，吃了四卷儿。哦，好家伙，您吃了多少？嗯，三只。哎，嗨，没出息这个。啊，这叫吃货，这是。嗯，吃几卷儿，这是规矩。哦，还有一种是马蹄烧饼。啊，用烧饼吃。马蹄烧不拿薄饼卷，马蹄烧饼。哦，豁开了里边那个鸭子不能蘸甜面酱。那得蘸。好酱油或蒜泥。呵，得拿那个卷，这是一套。嗯，这蘸甜面酱让人笑话，您外行了，这不对了啊！还有就是拿生菜卷，你瞧这生菜那得卸黄芥末，哎呦，吃鸭子的规矩哦，哎，长学问了，长能耐了吧？可不是吗？你看看，都不知道，你我嫂子仨人坐在这儿，就老有仨人，没啊，川菜、鲁菜、粤菜，嗯，各种菜系，嗯，每一道菜、每一种菜，嗯，都有它的讲究，这饮食文化。有人说了，就怕点菜。怎么大哥们吃饭不知吃什么，哎，最没辙了，吃火锅，火锅也有讲究，火锅省事儿啊，那倒是，当然他说不能吃辣的，那你们就吃铜锅涮肉啊，涮羊肉，能吃辣的吃四川火锅麻辣烫。有人说了，哎呀，那在重庆吃的跟在这儿吃的不一样，嗯，列位，嗯，调料的事儿，哦，正经好川菜厨子，嗯，连味精都得自己带，都得用自个儿的，他那个盐也得用那个井盐，哎，他讲究了，调料不一样嘛。是是，我看我在家要吃个火锅，嗯，谁吃谁的，哎呦，这味儿真正啊！您用的调料对、啊，我原来认识一个四川小姐，哦，那个厨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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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您这差点把实话说出来啊！我跟一四川厨子上厕所，我们俩小姐去。在厕所里吃的涮羊肉，火锅嘛，真是四川的厨子。嗯，行，汗都下来了。你有意思吗你啊？行，哎呀，调料很重要。哦，吃饭吃的是什么呀？嗯，吃的是气氛。那是，我现在就很气氛，真的。对，没有小姐啊。你是这样说不合适，不是怎么意思？所以这个、气氛吃的是气氛是，西餐呐 啊就别扛叉子了。这个四川怎么叫吃的气氛？吃饭就吃的是气氛啊，好与坏是一回事。为什么爱吃饭？就跟我经纪人似的。怎么？我经纪人为什么爱吃饭爱喝酒？是，那是他的舞台。吃饭饭桌是他的舞台。哎呀，一喝酒碰见好朋友了，嗯，开心发自肺腑的痛快，高兴，爱请客。啊，就叫人吃饭。通过这事儿，你能看得出来，嗯，这是一个热心肠的人。啊，对对，有的人不爱请客，不爱跟人吃饭啊，那就比较孤僻了，不习惯那种气氛。嗯嗯，我们后台有说相声叫高峰，啊，高老师，我师弟。对，我们这都打小一块长起来的。嗯，高峰，我几乎没看见过他跟我们一块吃饭去。啊，不参加这种局。心窄，小心眼儿。心窄。哦，他要是上百货公司买个东西，早晨五点上那等着去。等到十点半开门进去开始溜，溜了一天，到晚上十点半保安给他推出来，就这一天买一个扣子，这心眼太小了。回来琢磨一宿，转天还得退去。呵，太细致了，亲眼得见啊，高峰啊，早上起来出演出，吃油条，嗯，吃油条吃着吃眼泪下来了，干嘛哭啊？这得什么时候吃饱了？哎，好嘛，心窄。嗯啊，那天坐在后台自个儿护着这胃口，嗯。我说你怎么了？怎么意思？吃生蚝不舒服。嚯，这这么小心眼还能吃生蚝？吃了几个？嗯，吃一个。不至于啊。我说不新鲜吧？啊，我告诉你，这玩意儿就怕这个。这不新鲜可容易闹肚子。这东西好家伙，差一点都不行啊！是是是，是不是不新鲜？嗯，看不出来呀、啊。我哪有什么看不出来的？你撬开壳一闻就知道。对呀、啊。啊，嗯，还得撬开壳呢啊，带壳吃的呀，那是得不舒服。
疼，多新鲜，吃半个就死了那东西。不舒服啊，难受，还得说胃好，那是啊，嗯，难受。后来怎么办呢？借个大叉子给他撬出来。嘿嗨，老有这大叉子。高峰心眼窄，嗯，高峰出去吃早点都带个银针。哟，干嘛呀？怕死，试试有毒没毒。喝个豆腐脑也拿着银针。哎呀，豁隆豁隆，嗯，没变色儿。嗯，喝，嘿，哎，来包子，吃包子，嗯、银针，哦，扎扎一下，拔出来，哎呀，怎么了？掌柜的，黑了、啊，有毒，有毒，是是。掌柜的过来，你有病啊？嗯、怎么？豆沙包？哎、嗨，哎呀，太小心了这。你看这活法不一样不是吧？啊啊，平时在家里他最爱吃面，啊，一面条，省事啊。嗯，买点面条，夸一煮是。也不用打卤子，也不用炸酱，怎么那吃什么？面捞出来，搁在碗里边端着，嗯，上麦当劳挤酱去。哎呀嗨，太细致了，这活的会过。吃面条数根儿，我今儿几根儿啊？哎，又多吃了一根儿，这不行，不吝饱。哎，那不成、嗯，有时候实在不行了，出去蹭饭去。怎么蹭啊？高峰他们家墙上有面墙，白墙啊，写着所有他认识人的名字，朋友。到吃饭的时候，他有一飞镖。啊！拿布把脸蒙好了。哎呦，妈这！嗨，噔呵，撕下来看，嗯，扎谁名字是谁？好家伙！人他讲话，这是天意。哦，老天爷让他去那家蹭饭。疼、哎、啊！这个傻了，怎么扎的名字侯震？哦，扎侯爷身上了。啊，嗯，怎么了？侯震，怎么？相声世家啊，去吗？去呗，天意吗？天意是小商品啊。嗨，到这儿怎么改小商品了？这别人都行啊，是颠仨炒俩的，哪怕吃碗面条。侯震相声世家最难惹，就相声世家。怎么难惹了？他们这边上回跟他握手，戒指丢了。哎嚯，俩小心眼碰一块儿了，这是。尤其这世家，这都不好惹，你知道吗？你怎么办呢？哎呀，去吧，别坏了规矩啊、哦！这还是规矩。到侯家了，嗯，侯震赶上嗨宴，嗯，有福气吗？怎么？侯震过生日，那得大摆桌请客呀。家没人，嗯，媳妇上班，孩子上学，就剩侯震一个人。那怎么过这生日？享受啊！哦，怎么享受？侯爷自己烫饭。嗯、哎，这嗨，过生日吃烫饭。烫饭是北京土话，是外地人不懂。嗯，剩的米饭、剩的菜，甭管剩的什么，啊，最后夸夸夸夸搁在锅里，加点热水一熬一烩，这叫剩饭，打死剩饭。对，就叫烫饭。北京叫烫饭。嗯，侯爷弄一大碗，嗯，搁在这儿，是举着筷子，正准备享受呢。那是过生日吗？嗯，别提这过生日了。小铝盆，嗯，一盆烫饭，嗯，盆里边还插根蜡，嗨。连蛋糕都省了，这回。嗯，对，家里没人，我这么挥霍合适吗？哎，对，把蜡拔了就好了。嗯，嗯，正等着呢。嗯，高峰进来了啊。哦，蹭饭的来了。说你生日快乐。别唱，多凹头啊这个。把蜡一拔啊，高峰端起盆来，全吃了。侯爷那眼泪啊。得了，哇，好家伙，哭出花来了。哎呀，我们家六辈儿没吃过这亏呀、啊哎、你想相声世家净吃别人了。哎呀，太惨了。高峰吃，嗯，吃连爬着整个小盆舔的不是干净，呵，一点汤都没上。嗯嗯，挺好。好、哦、侯爷擦擦眼泪。嗯，好吃吗？嗯，好吃啊。嗯，把盆给我刷了。嗯，晚上还得用它解手呢。哎啊，好家伙，这自个儿也这么害自个儿啊！要说天底下最会吃的啊，哎，对，我准知道得说到我这儿来。嗯，好多人谴责我啊，为什么在台上老说谦儿哥？哎，您解释解释吧。啊、列位，嗯，郭德纲在这个台上只占20%，那80%呢？于谦和他的家人。哎，好。还得把我们家人都饶上。我从小啊，7岁学评书，9岁学相声，啊，10几岁又唱了4年的戏。呵，
我小的时候学相声，我是捧哏出身，就站桌子里头。我在这里边站了十年，不短。外边走马灯一样的换人，都跟的。谁站在这就是郭德纲他爸爸怎么着？嗯，郭德纲他媳妇怎么着？嘿，为什么呢，列位？嗯，英子这活挣的这个钱。哦，你别说，哎呀，他老拿着于谦说，嗯，这东西怎么说呢？嗯，有观众给我总结过，我这些年对口相声也说了好几百段了。嗯，单口相声更多。嗯，单口相声按30分钟一段来算，我说了2000多段了。嚯！啊，当然了，这几千段相声里边，也有这么几段是沾着什么伦理啊或者屎尿屁的。咱往多处说，连20都没有。嗯，几千段里边有20段。嗯，那几千段诗词歌赋才子佳人，你不往心里去，嗯，你就咬着这屎不撒嘴。你说怨你是怨我？我们也尝试过在节目当中换上，都是特别高雅的。嗯，一到这会儿，他们都出去抽烟撒尿去了。你瞧，难呐，作艺难就难在这儿了。嗯啊，再一个了，谦儿哥，这您得这么想。嗯，就跟看京剧似的。是，这老艺术家95了，唱小生的，95了，值得尊重了。上台演这活也是孙子，小生嘛，也没人站出来。95了，你们怎么不尊重老年人呐？嗯，哟，怎么管他叫孙子？废话，他挣着孙子钱。哦，那小孩6岁上台唱戏，戴个胡子，6岁他演的是个祖宗，嗯，这老生吗？节目安排呀，啊，嗯，对不对？再一个，这都是假的呀，可不吗？你看电视剧啊，这管这叫爸爸，你知道是假的，嗯，话剧啊，嘟嘟嘟一枪躺那死了，你知道是假的，嗯，啊，演电影俩人一被窝睡觉，你知道是假的，嗯，怎么到我这都是真的呢？哎，你这个智力为什么要买票啊？嗨，对不对呀，啊？嗯，而且话说回来。我老在台上，比如说谦哥什么嫂子如何如何啊，你们真以为我那么开心吗？啊，你就是那么开心，嗯，让我都瞧出来了，假的，可不是假的嘛。艺术源于生活，高于生活，这对，是不是？嗯，所以说他父亲挺会吃，嗯，对，还是得说我，不是说你，这是真的，嗯。见着老爷子面对面啊，嗯，我可规矩了。哦，他父亲跟我父亲是一样的，那是肩膀齐为弟兄，亲哥俩一样。对，哎，见他爸爸，咱们规规矩矩的，嗯，老头说什么是什么，长辈嘛，上台说上台的，对，那是两回事儿。嗯，老爷子，你们去上有认识上家问问去，都尊重。嗯，这一片都是。老爷子姓于，叫李秀珍。对，没听说过，姓于叫李秀珍呢。还一女名呢，叫什么李秀瑜啊？哎，这得姓于呀。姓于，哎呀，啊，老头儿，西装，嗯，领带，讲究，水塔的帽子，呵呵，大金表，哦，哎，戴着戒指，嗯，祖父绿的，对，祖父绿，祖母死了是怎么着？祖父绿，祖母绿，那叫祖母绿啊？怎么祖父了又？祖父绿不绿？不绿啊？我这嗨。根本没有祖父的事儿，你别让他瞎掺和。哦，我哪懂这个去？我以为家里出了事儿，显摆显摆。不用，祖母祖母鹿，对，祖母鹿的，哎，祖母鹿，嗯，哥伦比亚的最好。就是啊，老头戴着这么大个一个，哎呦，哎，戴那帽子上镶着一个祖母鹿的帽正，全是，可硬着小脸蛋儿，翠绿翠绿的。这图什么许的呢？这是 啊，每次走的那个文物商店门口，都有人把老头揽进来。啊？啊，以为翡翠精，嚯，好家伙，那玩意儿成精得了吗？那哎，老头儿有身份，嗯，是男的不一样啊，是啊，大户人家，老头儿在家里边一天到晚的，嗯，当然老头儿爱吃的东西是跟别人不一样，吃啊啊，比如爱吃就老北京这点玩意儿呗，什么东西啊？卤煮，卤煮小肠，哎，猪肠子，哎，嗯，卤煮小肠，卤煮，反正就猪肠子吧，全都是下水，大肠小肠，他爸爸最爱这活猪现宰。啊，哦，吃那新鲜劲儿。哎，下午4点，老头睡醒了。嗯，哎，又打屋里边，嗯，这出来了啊。家里好些人都等着，醒了吗？4点了，差不多了，就等这午觉。听屋里边，这是醒了。厨子、管家都站好了，真规矩。一挑这帘儿，嗯，老头出来了。哦，哎，回去，干嘛这？这怎么着又该启程了？是怎么着？这是，不是。挠痒痒，挠什么痒痒啊？哎，出来，嗯，那院里活猪都捆好了，就等他呢。摁着，这厨子这咬着刀，
鸟头出来，啊，给宰，杀猪，一刀下去，嗯，手进肚子找这肠子头，找出来，嗯，这是他爸爸，嗯，这个吃的也太新鲜了吧，这个，张嘴等着吃这个呀，嘿，啊，嗯，叼住了，哦。大伙儿全院人都看着啊！老头儿气功啊？怎么着？做呀！行了，太恶心了，您这个，叼着肠子头做，那不是吃肠子呢，就吃肠子里这点屎呢，知道吗？说的这么肮脏？废话，有做的吗？这玩意儿，做而食之，那就没有。哎，好，老头儿擦擦嘴啊，哼。大嫂，哎呀，好恶心呐！哎，对，恶心的您都吃了，嗯，这算吃饱了。那是还省消化了。哎，自己也恶心，合着我不能回味，你知道吗？别说好不好？老头打六岁吃到95，你知道吗？好，天天身体倍儿棒，每日一株，每日一株，每日一株，每日来一根这个，好，那爱吃。他的饭量看猪吃多少。嗯。嗯，我一会儿把你这句话剪下来，我报告去。谁？当玩儿奖励我200块钱。没听说过。嘿，这正餐，这就正餐。这叫正餐。这个，睡觉前说实在，大碗的粮食不能吃，主食没有。上岁数，中午饭他爸爸还吃点粮食。哦，一到了下午4点多，就好歹吃点这个就够了。这叫好歹吃点啊！哎，嘿嘿，哦，不知道好歹，本来这儿就，哎，对，6点多开始了。哎呀，吃点小甜品吧。哦，甜品，甜品，吃点红薯，啊，这行，粗粮好，啊，润肠啊。专门找了一个爆米花的师傅来。爆米花的师傅？爆米花呢？见过吧？啊啊啊！最后一踩，砰！啊，爆什么都有。雇这么一师傅，干嘛用？爆红薯。这玩意儿能爆吗？这个？大个红薯啊，好几个填那糖里边。嗯，老头儿给看着表，哦，得熟透了，得必须熟透那种啊。那是啊，您放心，还一分钟。对，踩吗？等会儿，等我上头里去。上头里去，老头儿上那炉子前边啊，这准备好了，来了啊。是，叮，哎，列位，那红薯爆的稀烂稀烂的。哎呀，老头一身呐，嗯嗯，好看不好看？好看什么呀？好看吗？嗯，别吃了，太恶心了。擦把脸，嗯，坐在那儿，嗯，把那个榴莲给我拿来。就没吃点好玩意儿吗？榴莲，谁让你们搁冰箱里边的？那怎么办啊？上岁数胃口软。是，那怎么办？拿微波炉给我打一下。微波炉打榴莲？微波炉打榴莲，他们说栗子味的，好吃。嗯，来打来，李斌，哎，就怎么栗子味儿的，屎味儿，哎呵，哎呀，嗯嗯，行，少吃，来俩得了，来俩得了，这就不少了。吃完了啊，嗯，把鸡蛋盆给我端过来，这总算吃点正经东西。老头最爱吃这个南方的吃食，嗯，鸡蛋叫南方吃食，童子尿煮鸡蛋，行，这回连屎带尿都有了。嗯，这句话剪下来，我报告，当晚给我200块钱。怎么老报告啊？那是我们这行就会这个。这童子尿煮鸡蛋怎么意思？浙江有个地名叫东阳，有啊，挨着横店。嗯，每年那个地方童子尿煮鸡蛋，怎么做呀？怎么做？嗯，小孩嘛，几岁的小孩，小童男子，嗯，撒了尿，拿那个煮鸡蛋。哦，东阳人说吃那个，嗯，不长痱子呀，不中暑啊，对身体有好处。有这讲究，很小众。是他爸爸上横店玩去，把这个学会了。哦，他吃这个回来煮，哎呀，给我煮，哪那么容易？不容易做吗？他爸爸住那胡同前前后后没这么多小孩儿。哦，这童子尿不好找。对呀，嗯嗯。老头最后劝自己，怎么劝？嗨，嗯，谁原来不是童子？嗯啊，有这么劝自个儿的吗？对吧？嗯，你把我那几个老哥哥都请来吧。哎呦。连兄弟都不叫，那是啊，最年轻的97，你算吧。好家伙，坐轮椅的抬担架都来了，老童子们啊，好家伙，这七八个爷爷，哎呦，给一桶来，大伙儿来受累吧，给来点吧，攒点呗啊，一多礼拜凑了半桶，怎么那么长时间啊？前列腺都有问题。哎呀呵，
还都挺费劲。凑半桶，赶紧先过滤。还过滤什么呀？有结石啊！哎呀，先治病去好不好啊？煮完了，好家伙，大盆啊！啊，半盆童子尿。哎呦，煮这鸡蛋，行，够吃得了。哎，老头端上来。哎，行，这是孝子。怎么显呢？端着盆。谁爱端这玩意儿？啊，连汤带水热酒壶啊，是还给老头包呢。是啊，孝顺吗？反正递给他就完了。老头开心啊。他倒爱吃，嗯嗯，谦儿怎么着？你来个吃啊？喊我呀？谦儿吓坏了。对，这鸡蛋我可吃不了。对喽，我喝点汤吧。哎，对。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啊！哎，今天呢是一个好日子，是我们师傅郭德纲先生的北展相声专场。对，我们哥俩呢是郭老师的徒弟，哎，上来属于是助演活跃气氛啊。是，借着这么好的场合呢，我们哥俩呀这个演出兴奋而紧张啊。嗯。早起呢，我们利用业余时间，我们出去了，去了一趟寺庙。去哪儿了？啊，去了一趟雍和宫。咱上那儿干嘛去？给我这个嘴开了个光。对了。不，您先等一会儿吧。嗯。这个嘴怎么开光啊？老和尚用他的嘴舔了我的嘴。哦，可能是有点别的爱好，可能是。那你管不着我啊！现在各位这个嘴说话特别的灵验。什么意思呀？不信咱们可以试一试。怎么试啊？今儿听我们哥俩这相声，您要是鼓掌的朋友，啊，我们祝您发财500万。你瞧瞧多会说话呀。各位，这个吉祥话还没送完呢。还有啊，您要是热烈鼓掌的，我们祝您发财1000万。嚯！不错不错啊！您要是连鼓掌带叫好，我们哥俩祝您发财2000万。好，太好了！通过您的掌声，我看出来了什么呀？啊，今天现场财迷不少。对，嗨，您别说这实话，啊，开个玩笑啊，活跃一下气氛。是，我们哥俩呢，借着这么好的场合，也做一个小小的自我介绍，来做一个说明。啊，我叫张九龄，德云社九子科的演员。对，旁边这位呢是我的搭档啊，叫做王九龙。哎，这是我的名字。各位，您别看我们哥俩都在德云社说相声，啊，但是呢，我们两个人的身份不一样。不是这个身份有区别吗？您拿我来说吧。哦，我在这儿说相声，我得感谢我师父郭德纲郭老师。哎，这我们大伙儿都认识。我们爷儿俩什么关系呢？啊，我们爷儿俩是师徒关系。哦，师徒。但是各位，九龙就不是 啊, 啊，不是，不，对，不是，不是，您说错了。怎么说错了？我们也一样。各位不一样。谁说的？在台上你们爷儿俩是师徒，啊，但是到了台底下呢，王九龙他们家还有郭德纲郭老师他们家两家是亲戚，对不对？不，您就别说了，这没必要。你当然，各位，你还不实实在在的，是没必要说这。您说实话，说实话。啊，行行行，您说都说了，痛痛快快的啊！您确实是亲戚啊，哎，真是亲戚。哎，对，有点血缘关系啊。对，王九龙和郭德纲有血缘关系啊。什么关系啊？邻居，没错。因为各位，这就是直系亲属。您别说别说，这是直系亲属吗？怎么不是了？您说这是人话吗？怎么不是人话？废话啊！郭德纲跟邻居能有血缘关系吗？你还不了解师父的为人吗？行了，哎，嗯，哎，我送你一句话。什么话？猥琐发育，别浪。嗯，那我也送您一句话啊，嗯，稳住，我们能赢。对，咱俩这打游戏来了。那您自己说那叫什么？好好说啊，嗯，那叫生旧关系。哎，人家爷儿俩是生旧。对，王九龙呢是郭老师的大舅。嗯，他在不是不是什么生旧，我是他大舅。那是他是我舅舅。您是人家的外甥。哎，但是在这个后台，人家不指着这个关系，从来不仰仗，那个。说相声真才实学，还行吧？我跟您多学习。哎呦，其实各位相声演员来说，没事我们得多出去观察生活，哎，多去研究。各位，通过我的总结，在现在，嗯，在这个社会上有很多人的他的思维方式都不一样。您给举个例子。面对同一件事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办法。是啊，比如说有这么三类人。三类。有一类叫普通青年，有一类叫文艺青年，还有一类叫屌丝青年。哦，都不一样。是吗？咱们举一个小例子啊。您说说。就拿夏天天热了扇扇子，三种青年都不一样。不是，这扇扇子哪儿不一样？普通青年怎么扇啊？哪儿热了就扇哪儿。对呀，啊，嚯，你瞧这天真够热的。嗯，还穿条长裤，是都冒汗了，哪儿热了扇哪儿。哦，文艺青年不一样。文艺呢，要的是范儿。哦，要范儿。夏天热了，扇子打开，哦，显得比较帅气啊。不是，您倒是扇呀，您倒是啊。
你看是吧？哦，别扇的比较慢，哎，显得有范儿。哦，屌丝青年不一样。屌丝呢？夏天热了，把扇子打开。不是，这不一样吗？嗨，行了，哎呦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什么招啊？这是？他这样扇省扇子。哎，对，是省扇子，费脑袋。这是不一样。嗯，还有别的不一样啊？还有，看书翻篇三种青年都不一样。这哪儿不一样？普通青年怎么翻呀？啊，看一篇翻一篇。对，书本往这一摆啊，是这个意思。看完了，还挺精彩。哦，下一篇，你看，他是这么翻。哎，都这样。文艺青年不一样。文艺呢？要的是范儿。又要范儿。这篇看，哦，是这个意思。看完了。啊，哎呦，哎呀。哦，行了，行了，还得舔一下。他要的是范儿。哦，屌丝青年不一样。屌丝呢？这篇看完了。哦，是这个意思。看完了，这不又一样吗？不是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行行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没听说过舔这手，这手翻是不是？这就是区别呀。有这样的？我经常观察这个。哦，三种青年走马路，鞋带开了，咱弯腰系鞋带都不一样。哦，系鞋带还有区别？有区别。这有什么区别？普通青年走马路，鞋带，哎呦，鞋带开了，开了，弯腰就系上。哦。哎，不都这样吗？挺好。嗯，继续往前走。是是。文艺青年不一样。文艺呢？要的是范儿，非得死这范儿啊！走马路，呀哟，鞋带开了，开了。这显得比较酷啊。哎，他是这样。哦，屌丝青年不一样。屌丝呢？走马路，呀呀，鞋带开了，开了，这不还一样吗？您这是狗撒尿啊，您这是怎么还踹腿呢？您这个还抬着摔人干嘛？有这样的吗？这就是咱研究的，就研究这个。各位，生活当中规矩特别的多，是吗？咱随便举个例子啊，您拿我们哥俩上台，我们一自报家门，您掌声鼓励，这就是一种礼节上的规矩吧。嗯，真这个我在生活中有研究。是，生活中咱举一个很小的例子啊。啊，假如咱们哥俩走在马路上，咱哥俩，您认识我。哦，但是我忘了这朋友叫什么了。是是，我站在原地想您的名字。都有规矩，想人还有规矩。这个手有一个辅助动作，干嘛？轻敲太阳穴。干嘛敲这儿？各位，我上网查过，这叫灵觉鼓。哦，好像是有这么个词儿。一拍这儿，准能想起您的名字。哦，您那意思，大街上您想人，哎，想人，一摸脑袋，准能想起，就能想起我名字。您认识我，叫我名字，我忘了您了。咱学一回，啊，咱学一回，行吗？各位，您注意这个手的动作啊。哦，你认识我，我忘你了。我叫您一回啊，咱学学啊。哎呦，张九龄，滚啊！回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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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来！你给我撒撒撒开！你拿我当人吗你？我怎么？你拿我当人吗你？我怎么不拿你当人了？废话，你让各位评评理。我在大街上，我碰见自个哥们，哎呦，张九龄，滚！我招你了，我不想理你。废话，不是你说的，学吗？摸脑子想人吗？不，你别说滚啊！我不说滚，你别说滚。得嘞，各位，您痛痛快快帮我骂他一回，谢谢您啊！来来来来来，哎呦，张九龄！哎呦，我没想到你是这个人缘，真的。哎呀，这短短几分钟，观众都看出你人不错。你先别演出了，兄弟啊！行了行了行了，家走吧。我。谁家走啊？观众这都骂你，那三千多人都骂你，还要不要脸？您先等会儿，您先停。干嘛？还美呢？谁骂你？骂谁呢？骂你呢？骂你呢？谁说骂？我喊张九龄，他们喊滚，让你滚呢，知道吗？不可能。还不可？张九龄，张九龄，张九龄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看，你看。骂谁呢？骂你呢？知道吗？是骂我呢吗？对呀。那咱就不来这，咱都别说滚啊！对，咱主要看手，好好啊，咱看手。想人啊，摸脑袋啊。哎呦，张九龄，这哥们看着这么眼熟啊！不是您这什么技术？是不是咱们一块吃过饭？我记得就上个礼拜。这两天脑袋发懵，我想想，就在嘴边想一想来着。嗯，哎，叫啊，王九龙。想起来了，是不是你？是我握手。不是你那记性也不怎么样，对不起，原谅我。行行行，回头咱吃饭。太好了，吃吧。我请您吃饭。太好了。你请我吃饭？不去。你是人吗你？怎么有这么聊天的吗？您各位看手，是不是一拍这儿就想起来了？
这个就是生活中的规矩。哦，保不齐各位您每天都得用个一回两回的。是是是，咱就得研究这个。哦，想人拍这儿，等于您那意思，大街上平时咱想人，哎，就非得摸脑袋。必须得摸脑袋。不，嗯，我觉得您这么一说呀，怎么了？这个话就有局限性了。什么叫局？怎么什么意思呢？你看，咱让大伙儿评理啊。嗯，咱们平时想人是拿脑袋想，这话没错，对不对？跟这熟不熟，这都没关系。那您的意思是？这手放哪儿都一样，手随便放。对，非得摸脑袋。再来一次。来呀，不一样吗？这不。哎呦，张九龄，这哥们看着那么眼熟啊。什么记性啊？是不是咱们一块吃过饭来了？就上个礼拜。这脸上脑袋发懵。想一想。就在嘴边叫什么？哦，不拍照。不拍照。我叫什么来着？想叫什么来？哎。啊。不是，行。哦，行。王九龙。我踢死你！我。我是这屁股是不是？您哎，这个是不是规矩？这也不好看呀。有错没错，还真是。演员就得研究这些。嗯，而且各位，相声是语言的艺术。对，咱们中国幅员辽阔啊。嗯，真的，您就拿称呼来说，不同的地儿它都不一样。称呼，比如来说，您看咱们此地是北京 啊，在北京我姓张，我排行老二，在北京叫什么知道吗？都叫张二。叫张二。啊，但是离这儿奔东，您要到了通州，不叫张二。到了通州，把排行放在前边，哦，叫二。张哦，都是反过来叫，咱可以叫一回试试，咱哥俩学一回，对，咱试试不同的叫法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好比说，我都排行老二啊，哦，我叫您，我姓张，哦，二张，哎哎，哦，我爱听，对，一般呀，啊，我也爱叫。好比说我姓李，哦，二李，哎哎，哦，我爱听，我爱叫。好比说我姓赵，哦，二赵，哎哎，哦，我爱听，我爱叫。好比我姓舒，哦，二舒，哎哎，我爱听。您这边占便宜，您这谁占便宜了？你占便宜，我没占便宜。不是你占，我说的是称呼。你什么称呼？说是称呼。二叔。二叔怎么了？有姓舒的吗？你说傻呀？谁傻呀？怎么没姓舒的呀？谁姓舒？舒淇。不是您，舒淇是不是姓舒？是废话。您说舒淇那是女的，女的怎么了？男的有姓舒的吗？你傻呀？我又傻。舒淇的爸呀？啊，舒淇。有毛病吗，朋友们？不是你这么聊天，你没朋友，你废话。舒淇他爸不姓舒，姓赢，叫赢淇是吗？你瞅这家一舒淇赢淇，有姓舒的。您说这姓舒啊，舒淇他爸各位都不认识，啊，这不是知名人物。说一姓舒，各位都了解的，都了解的，啊，都认识。老舍是不是姓舒？谁？老舍。老舍。嗯，老舍姓老。老舍什么玩意儿？你有文化吗你？各位，这就是近亲结婚的产物。我谢谢各位。谁近亲结婚呀？老舍本名姓舒，啊，人叫舒庆春，有姓舒的是吗？孤陋寡闻这个人，哦，你看老舍姓舒，哎，叫舒庆春，有姓舒的吧？男的有姓舒的，太有了。哎，嗯，叫我一回，合适吗？这快快点叫，快点叫，叫你一回啊，叫我一回。好比您都排行老二啊。二王哎哎，我爱听，我爱叫。您姓李，二李哎哎，我爱听，我爱叫。您姓赵，二赵哎哎，我爱听，我爱叫。您姓沈，二婶哎哎。怎么到我这改女的了？到我这，您看是不是这就是称呼，不是占便宜。我里外里吃亏。而且各位，这是北京对人称呼啊，嗯，从这儿您奔天津走，对人称呼又不一样了。是是，对这个男性的尊称，姓什么叫什么什么爷？姓什么叫什么什么爷？姓张，张也；姓王，王也；姓李，叫李。是吗？回答起来特别好玩。怎么回答？显得天津人很幽默。嗯，一长串的爷，回答一长串，咱可以试一试。咱再来了，王爷，爷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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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爷，说唱歌手这是freestyle， 这跟 freestyle 没有关系，啊，回答起来好玩不好玩？哦，一长串的爷。但是各位，现在这个时间发展太快了，是你回答一长串，人根本就不听。您什么意思？短一点也行哦，三个也可以，叫仨，试一试。再来，王爷，爷爷爷。哎，怎么还有答应呢？底下呢？别着急，买了票会让你们玩痛快的。别听说过，说什么呢？我劝他们不。您这是劝吗？您这你别着急，讨厌。其实三个很简练吧，啊，一个也行。叫一个，试一试。来，王爷爷。哦，行，你们都是团购来的，是不是？你们都啊。你们着什么急？有一个，有仨，不还有俩呢吗？着什么？要我说，兄弟啊，你别较劲。我没较劲。两个就不行。谁说的？谁说的？俩才好呢，可以吗？俩可以啊，太好了，来呀，啊，王爷，孙子，
这你们怎么不答应了？跟着废话，谁傻？就玩我一个人是不是？像话。这个就是礼仪上哪儿跟哪儿都不一样。就这个。当然，各位，这是中国的礼仪，要到了外国又不一样了。到了国外，外国您看那个电影电视剧，外国人比较亲密，他们见面讲究什么呢？很热情，讲究亲吻礼。哎，对，国外比较开放。而且各位分个三六九等，不同身份的人亲的地儿还不一样。您说，比如说您要普通朋友见面亲哪儿呢？亲哪儿啊？讲究是吻双颊。哦，就是亲脸。咱们可以学一回这个啊，我的朋友。不，您先等会儿，您先说来还真来了，还真上劲儿。学一回、啊，不是咱俩学一回，咱来一回啊。学朋友。对呀、啊。不是学，咱是可以学。什么意思？有一点咱得说明白了。您说这个。咱别亲啊！咱学不是，咱别真亲啊！真亲不合适，这个啊，我的朋友啊，无所谓，无所谓，学嘛，学嘛啊！啊，我的朋友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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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行，可以了，不要亲，哎，不能再亲，不行，哎，你等着我的，我跟你说，这是什么？普通朋友见面，这是普通朋友。还有比这更亲密的关系啊？嗯，长辈见了晚辈要是亲，讲究亲哪儿呢？亲哪儿啊？亲脑门儿，亲额头啊！我的儿子，您学这玩意儿上瘾是怎么着？您学不学啊？观众哪位都是买票来的，学不学？真学是吧？来不来？学可以。嗯，我问问啊，怎么着？谁亲谁？谁亲爸爸亲儿子？谁亲谁？爸爸亲儿子。爸爸亲儿子。亲哪儿？闻脑门。咱俩学一回。来呀！你后悔吗？我不后悔。来。啊，我的儿子。啊。啊。啊。我说兄弟，谁踩着你肾了？是怎么？我这不等着叫呢吗？啊，我的儿子，啊，我的那个谁，啊，哪个谁？各位这样行吗？喊出来，还真得叫出来啊！我的儿子，啊，行，啊，我的爸爸，再见了，回来。家走，你什么家走啊？不行，学必须真学啊，必须来。我的儿子啊，我的爸爸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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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来，哎，你各位，我没想到说相声说出性侵害的感觉。你别说这没用，不你要学的吗？仗着块大欺负人。废话，你先亲的我。真来这套，还有一种亲吻能学。什么呀？恋人之间讲究舌吻。真的，各位，不能真亲啊！这没法亲，我没法台上跟他舌吻，这过分了，因为我有男朋友。是在这方面。我不落后于任何人。您这叫什么话？什么叫有男朋友、啊？各位买票来了，不能让您看不着我们学东西啊！啊，舌吻不能学，有一种情侣之间的亲吻还可以学。什么呀？就是正在求婚的青年男女。求婚？要是亲，讲究亲哪儿呢？啊，吻手。哦，亲手，这个不过分吧？这还行，咱可以学一回。啊，那这样吧，就你塑造一个公主。哦，我来位女士。你塑造一下古代的公主。那您呢？我向王子，我向您求婚呀、啊。你向我求婚，好不好？我不想嫁，我真是，是我看不上你。还玩不玩？咱得学出来。我就为了塑造人物。哎，你来个古代的公主，啊、我来个古代的王子。行，我向您求婚。不是，那我就这么。你就随便，你可以打扮一下自己，看你怎么演员入人物，还不会吗？我还打扮打扮。你看你自己了。我琢磨琢磨，我来位女士啊，来个貌美奴，貌美如花女士。我让你学古代的公主，不是东莞的公主。干嘛你跑这儿等活来了？是不是你？
哪儿的公主不是公主、啊、你就尽量可爱一点好吧，像个正经女人。我很可爱，你不要太过分、啊、我很可，我叫王可爱，我啊。这可以了，这可以，这可以啊。美丽的公主，请您嫁给我。跪下。美丽的公主，请您嫁给我。各位，这就很好了。两个人呢，求婚仪式一完成，往后聊一聊以后的生活呀，哦、对对对，幸福甜蜜。没有以后了，咱俩。怎么了？不，您刚才当着各位，您跟我这干嘛呢？文手背求婚。您这是文手背，亲手背。对对，求婚，求婚。您当着各位，您完了。啊？不是，完了。完了。不行。怎么不行？你敷衍我。张九龄，你不爱我了？我爱你，我爱你。不是，我心里都没有感觉。兄弟，我胃里有感觉。不是，就是我心里就是往上那。我胃里有往上的感觉。你不，你就是不爱我了。我不是，你行吗，各位？不行，你啊！呵，这都挑事儿呢。哎，两下呢，显得很尊重。啊！一般这样就啊啊啊啊！来来呀、啊，对对，哎哎哎哎，你哎，您先等会儿，您这吃手呗，啃猪蹄儿、哎，我去你的吧！这世界很酷。